每日神话。看了我话，相信能成就的，有福了。我必不亏待于你，让你所相信的，在你身上得到成全。这是我的祝福临到了你。我的话语击中每个人里面的隐藏的秘密。人人都有致命伤，我就是医治你们致命伤的良医。只管到我面前来。为什么我说以后没有忧伤，没有眼泪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在我一切都成就，但在人一切都败坏，全是空虚，都是对人类的欺骗。在我前必得着一切，必能看见且享受到一切你想象不到的福分。若不到我前，必定是背逆的，必定是与我抵挡的，我绝不轻易放过。对这一类人，我重重刑罚。记住一条，到我前越多的人得到的越多，但只不过是恩典，之后便会得到更大的福分。从创世以来，我就开始预定拣选了这班人，也就是今天的你们。你们的性情、素质、长相、身量、出生的家庭、你的工作、婚姻、你的一切，甚至你的头发的颜色、你的肤色、你的出生时间，都是我手的安排。就是你每天要做什么，要遇见什么样的人，也是我手的安排。更何况今天把你带到我的面前，更是我的安排。不要自己扰乱自己，要坦然前行。今天我让你享受的，是你应得的一份，是我创世以来早就预定好的。人都是这样极端，不是心太强，就是死皮不要脸，不能按着我的计划、我的安排行事。以后不要这样，在我一切都是释放，不要自己捆绑自己，对生命会有损失的，记得吗？